于青真的好有钱呀，挣的钱都是以亿为单位。4月20日，据媒体报道，张庭、林瑞阳因传销被罚后，相关收入也被曝光。其中演员陶虹从公司里5年分红4.2亿，其中后3年2.6亿分红是达尔威处于传销阶段的分红，部分分红也已转入陶虹名下账户。此前，张庭名下96套房产被查封，价值17亿元，就让人大吃一惊。如今看到陶虹的收入，不禁感叹：穷的只有我。而有趣的是，孙红雷5G冲浪在线吃瓜，竟点赞了相关新闻，所以是看不下去了，还是说也很羡慕陶虹有这么高的收入，还是说手滑，坐等一个回应。喜欢带着好朋友进行一些投资。当时我们都喜欢炒楼嘛，就带陶虹、徐峥他们一起炒楼。其实投资无非就是买好的地点，它就会涨价嘛，也没有什么诀窍，因为我也不懂。对，没错，在上海要找一些好地点。上海房子翻了很多倍。